剩下的是。那信用卡是你我另外一张的那个吗？1500那个吗？他说不行，因为你们那个、他说可以哦，是什么？哦 ，Starbucks 的卡、啊。对，就是用现金或随行卡这种方式。OP 可以几点吗 ？OP 可以几？那搜狗可以几点吗？可以。好，那这两个先搞定。那我这边要先帮你扣，然后你可以开 OP 给我。好。Seven 的可以先开，然后用 Happy 豆的是整扣吗？好。那个，因为我这个。零零零零。